长行踪，四方皆松动，起伏或与共。无间尽涂炭，山林无心绵去风景，心壮可看脸。无心说完半虚妄，非常道通成何光，山岩隐匿西起落，恶果分散皆平常。大哥，咱们这是在哪儿啊？根据泽七留下的记号，应该是越来越近了。遇到的妖也越来越强劲，看样子得更加小心才行。哎，好饿，这鬼地方除了水什么都没有。不知道二哥出去打探能不能带点什么好吃的回来？别只想着吃。你二哥随时可能发来信号，给我盯好了。是，大哥。时间不多这里是圣手。以我现在的伤势，就算抢了圣手也没办法顺利的离开巫山，还是等赤公他们到了再想办法吧。哎，你醒了。你的东西我顺道给你捡回来了。对了，伤口给你包扎好了啊，不及时处理的话伤口会糜烂腐坏的。别以为救了我我就会感谢你。哼，你现在能走了吧？
过来搭把手。这后背我够不着。扶哪儿？这儿，就这儿。五行驱逐印，你应该都听见了。因为三年前的那件事，我最终被家族除名了。虽然他天赋异禀，但现在的处境却和我相差不多。维护人界和妖界的平衡，本就是我们五行家族的使命。谁让我坏了规矩呢？你中了寄生蛊。寄生蛊。寄生蛊寄宿在人体之后，会吸食血液和精气，直至宿主死亡。同时，这也是专门抑制五行能力的蛊。中蛊之人只要一使用能力，便会神志涣散，痛苦不堪。你怎么会知道寄生蛊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叫泽七。荣城泽七。嗯。那你可有解蛊之法？以我现在的能力，还无法解蛊。不过我这里有种草药，可以暂时抑制住你的蛊毒。此药性烂，忍耐一会儿就好。感觉好多了，还真是有效果啊。我不确定药效能维持多久。这样吧，多谢了。木行家族精通医术，你居然不会解蛊？我这个人太奇怪了，小心没伤。看样子是陈寿死之前给我种下的蛊。事不宜迟，我得赶紧去巨阙神盾。不行，你现在中了寄生蛊，元气大伤，我要跟你一起去。你现在是火行使者，不能擅离职守。放心吧，我已经加固了结界，不会有问题的。笨蛋，强行加固结界，你自身的熔火之力会减半的。我也是娘亲的孩子，凭什么只能你一个人去救？庆玄，我不管，我不想再一个人孤独的等待下去了。臭小子，扭不过你，可别拖我后腿哦。哼，你才是。带上圣兽，我们走。根据聚仙丸的感应，应该是这里没错。怎么还是没有任何发现？看吧看吧，这两个不明来历的家伙是我逮着的。明明是我先发现他们，都别跟我抢功啊！有什么好争的？都一样。
抗一次鸭子，跟石头对抗吗？真是的！你不是无所不能的水怪尊者吗？小兔子呀！你呀！我这儿断了！哎，你们几个，我跟你们主人是拜把姐妹，快放开我们，不然让你们主人知道了，有你们好果子吃了。呦呦呦，姐妹，你是只公鸭吧？满嘴胡言！哎呀呵，你们几个最好去打听打听我水怪大人在妖界的威名。要不是我被下了咒，你们几个还能困得住本大爷？看样子小妖兽并没有跟他们在一起，先救下小安问问清楚再说。快解决了他，免得夜长梦多。二弟，我们来了。是大伯的声音，大伯，大伯，我们在这儿。来了个不得了的家伙呀！这下真是麻烦了。好强的妖气呀！怕了吧？赶紧把我们放了，夫人，有你们好受的。不对，在后面。白虎玄武，使用炼阵。
行，他的皮甲太硬了。伏羲列阵，向主人禀报，太危险了，这家伙搞不好和陈寿是一个级别的。哎呀，这个太麻烦了。
尊者，太上尊者，圣兽呢？圣兽没有找到。你还有脸回来？师兄尊者切莫动怒。虽然没有找到圣兽，但我带回了圣兽鳞。还是别吃了吧，看到六叔那样，我真担心你也会。我不会有变，不用担心。为什么？我也吃了聚仙丸，真的害怕有一天也会变成六叔那样。我现在伤势过重，想回村子疗伤要紧。聚仙丸一定还隐藏着什么秘密。对，我记得山坡之前说过，不要相信任何人，包括你爹。山坡一定知道些什么，得抓紧时间回去弄明白。这两天我过得多惨呐！对了，这个家伙非常的厉害，你要小心啊。我先走。我中了寄生蛊，无法进阶招神。什么？寄生蛊？等等，把话说清楚。Thank you.
不是李真真的实力。不好，寄生蛊又发作了。左青，你要做什么？我想让他们鹬蚌相争，等待时机。现在不要插手。不对，不对呀！啊，快快快，快来帮我撕了我嘴上的封印结！快呀！谁来帮我撕了它？送你上路。哥，你怎么样，哥？交给我。啊！金玄，我没什么耐心。快点！你放下刀，不要伤害我弟弟。再不给我就杀了他！他不要。好，帅光，卑鄙无耻！把圣书给他。左青，带小妖兽过来。回不了五行家族了。之前的我的确太过自私，一意孤行，但现在只有将圣兽平安送回神盾，才能救出袁术和林，维持平衡。
本就是我们无形家族的使命，请相信我。你难道忘了，只有聚贤丸才能提升你的木染之力吗？只有聚贤丸才能让你成为真正木星家族的一员吗？没有小妖兽，你就是个废物。不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不能这么做。还是来迟了，都怪你们几个动作太慢。对不起主人。主人还来得及。醒不过来了，这
神。看样子，火星小弟也没事了。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我们还活着？你们居然就这么毫无防备地进入幻紫林？这里充满着大量的紫灵瘴气，不管是之前进来的，还是之后出去，只要吸入这瘴气不能及时排出，就会产生蛊惑人心的幻念，一旦被蒙蔽心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在你们眼里发生的一切都可能会错乱颠倒。到此快，老爸，我们尽快回村。怎么不说话了，老爸？老爸，老爸，看吧，他们就没有你们幸运了。陷入无尽深渊，我闭上眼，所思未偿所愿，紧握双拳，苦守生化夫人，逃避不了的谩骂嘲笑，无法解救毒药，这一时刻只有自己才能知道，挣脱束缚的枷锁镣铐挥散落无破晓，这一时刻所有恩怨付之一笑，历狂风暴雨阻长生之躯，血无长存，赤魂依旧去，突然生火灼，壮志凌云说，豪气凛然，神真幻欲破，时刻只有自己才能知道，挣脱束缚的枷锁镣铐挥散落无破晓，这一时刻所有恩怨付之一笑，历狂风暴雨阻长生之躯，
血无长存，赤魂依旧续。纵然生活中壮志凌云说，豪气凛然，声声欢愉波。历狂风暴雨，筑长生之躯，血无长存，赤魂依旧续。妈呀，这么下去肯定会摔死了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哎呦！啊不，捕鱼线掉了！是你，是我。香公公，那人又送来这货了。拿来瞧瞧。哎，成色和上次一样嘛，真不错啊。他人呢？啊，正在外头候着呢，带他进来吧，让咱家瞧瞧。好嘞，进来吧。好了，大家都安静吧。神君。是，受座。诸位，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说了，幻指结界已经崩塌，被震飞的五行印剑法器已重回封界入口，贪吃两大凶兽出逃，雾山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危机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就是啊，怎么会这样？都是我人玉泉那小子干的吗？我哥也真是。现在讨论过错已经没有意义了。当下危急时刻，首座已制定了详细的应对计策。首先，集结五行家族的战力成员，分批前往雾山的各个封界驻守，应对重要的冲关。其次，木行家族念之成员尽快搜集重要的数量、级别等情报，及时通知，以作应对。第三，五行使者取家族玉魄，前往各个封界入口重启五行印鉴，望各位首座应允，分别将玉魄交予我。各位意下如何呀？可好？
文人义玄屡犯重罪，你知道该怎么做了。